我是很喜欢运动的啦，就是讲以前年轻那时候都伤到我的这个鸡腿膜，每次打鱼球嘞，每个晚上都要擦药啊，擦那个药膏啊，现在不是不擦嘞，明天早上一定肿起来，就是很痛啦，就是讲。 就是两天是讲很难去做骨骼了，就有一天我的身体上我都吃了5小包，我都试下去打球，晚上我都没有去用，没有去擦药，就是不要理他了，直到明天都是好了，都没有事情，可是过了七八包呢，就我知道是很痛，我脚很痛。 可是我上个礼拜是个好的反应来的，所以我就跌下去，到现在就是痛了，所以我是很感谢这个书房带我来。